就什么皮好朋友啊，不是好朋友，怎么朋友吧，朋友吧。哦，小英雄啊！啊，这是哦，不这个买不一样。药，你买投篮机，你怎么的呀？哦，你会 VS 呀？这样多啊？啊，这谁帮我帮他帮了耶？哦，哎呦，哦，打到了，死了呀！哦呦，打到了，厉害！我就等一下他要从上哎面呦，去要用三线打吧，这上样了，多。死了。心态对，要三已比零了。经不好了，感觉早点吃饭吧，我们感觉比赛结束了吧？好玩，哦，玩得好，那这个怎么跳上去的呀？感觉哦，能吃饭去，这怎么办？已经结束下了了呀，三这局，个上单也感觉玩不了，哦，哦，又又死死了。了。但是游戏结束了，这个怎么说？游戏已经结束了呀。应该心态有点问题。哦，他也一样说的，这是自动说这个哦，心态出问题了。哦，上路本来就不，杀了哦，吧！死了死了哦，死了死了死了！，nice，加油，你小这样，呼个吸够，哦，呼吸够，感觉有点好玩，果呼断吸呀！够，呼吸够，加油！我的心里都感觉快说出来了，哎，我的，没有，我经常排位玩这个对局嘛，我也玩过。单杀，感觉能单杀呀！我最多，啊，还有怎么办的？这什么呀？上单死了，但是上单没有，用力杀了一次，哦，是，一人，上单杀了，中间一起杀了，感觉呼吸哥要肺要坏掉了。最哎近呦，的又都死职了，业这联个。赛啊，什么的，哎，哎呦，又就死单了呀。杀了，随便单杀的，他不能跑，就是哦，死的，已经死了。那等死啊，这就是。哎呦，为什么你不被路线？哦，不被路线，干嘛呀？晒嘛，不是，我也不知道先选杰斯他最不后被上路来线。说确实，那种确实没办法，就只能死的那种情况。刚刚那种情况就是只能死，这一下去结果人家，我情思多，这个是最哎高呦，的呀，死了吧，怎么办？你行啊。拉扯啊！这个龙团是必须要接一波的，哎死了。呦，死了呀！他也开始着急了，上次死。就每个人拉扯的方式不一样，有些人是躲着拉扯，就是对面放技我能，感觉，就但是无所谓，扭一下，然后一直在拉扯。啥呀有些人就是？Rookie 是塞洛根斯本的不给话，换位，应该根本不给他们放技能的咱换位。六的一中不了。
这回家吗？那这样的情况接受说啥呀？오，들어봐 주세요. 아, 유쌈. 宛如西安的，绝对会发生这样的画面，一定会出现。要是等下一刀，他应该直接杀了，然后死了。就一旦你要这么做的话，你就做到底，本已经跑不掉了。所以这个是胆子大的时候和胆子小的时候的区别。不是，是能下的，但是要换掉。刚才是能下的。你既然都想把他杀，就你明知道你这么做的话，对面会来，对吧？那你还上去的话，不就是为了杀他吗？哦。不是，像抽的话直接三线光分子里抽呀，像小的话直接像光分子里下呀，有点是。等下来全杀了，这九华是怎么来的？这句话是 Kid 说的，不行不行，这样说不行，哦，怎么了？不行的，不要给孩子压力，等下看到这句话，不就是有压力了吗？我没事，我没压本来力，全杀了，谢谢，这样说谢谢，但是没有哦，我没关系，我是没关系。但是是杀不了的情况是对的，但是我是没关系。我去，我这样说不是不喜欢。哦，这怎么说？好玩，好玩。接下来全杀了，Lucky 尽力了，都是他说的。那我不得喷死他？说实话，就是 BP 过一半儿，很厉害啊！比之前不好一传四了吗？确实有问题，今天。厉害，怎么可能做成这样？啊！他太快了，他太快了。不是他们玩的还行吧？但是今天确实有问题吧？就是。没这么，他们感觉也试过，死不了吧？谁玩都死不了吧？这样吧，我这个怎么一直在上啊？哦，哎呦！我这个，哇！一波了，一波了，一波一波，安吉一波啊！哎，加大人啊！不能一波。龙好吃。二十秒。一步一步，龙好吃，要吃好吃的。啊、慢慢吃。绝对可以一波！哇，这是 RNG 吗？好稳呐、啊！哎呦，他，哦，哦，
不杀吗？其他龙虾吗？杀不了吧？怎么杀呀？这个？哇！你这龙虾吗？啥玩意儿？那你的枪法错了呀！哇！我眼睛都疼了。但是要 TP 的，我也应该 T 罗斯了。是，但是我也应该一样。但是我是应该知道我死。感觉你在跟任何人面对都不能呼吸。哇！这阿拉夫太弱了吧？加油！啊，那一波。没了没了，恭喜 RNG 进世界赛，恭喜！你还是猛啊，狗子哥状态回来了呀，狗子哥加油。